在超早。跟我们来上 F 就好。跟着海超早。雪溪在哪里？我跑到公园。好。啊，不然我们扫公寓内部啦，要不要？套起扫公寓内部吗？要不要？走啊！走啊！跟我一样。看，死要狗。来，林南这边。我守这个洞，你守另外一个洞。哎、欸，公寓内部需要支援哦，贝贝，你要不要进来？我技能血吸。贝贝，你要不要进来？公寓内部哦。要支援。有僵尸在这。干嘛、啊？你会想要打我吗？哎哎哎，你在干嘛？八七哦。被你抓、啊！哎哎哎哎，谁可以帮我个忙？裁决帮忙！过去，我叫你过去。你奶奶这边支援一下。哎、欸，裁决站好，裁决在这里站好。又过来，敲他、啊，敲我，敲我干嘛、啊？白痴啊！啊，林奶，你够一个洞就好。不用跑啦，你跑去哪里啊？靠北。对啊，爱小海海，一直爆批耶！爆批啊，靠背，全部人一起爆批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也爆批了，我们全部都爆批了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爆了，好不好？300多，靠背，哎、欸，正常。不要去敲，不要去敲上来，老本。井盖呀！这张卡住，贝贝，不要卡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就是说，这个变态。海超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们被抓？来守这里啊，守这个洞，守这里，守窗户这里、啊。不会守三 F 哦，不会守三 F 哦。守窗户这里。你知道窗户那里很容易破。不会呀、啊，我脚本就是不一样。哪里呀、啊？哦。贝贝，精准！哎呦，我叫你精准！哎，我来了！太绝人呢！哎呦，我要看血腥男来打。哎呦！蜘蛛选新开脚本，没有没有，对，在开脚本。哎，螳螂。买的废物啊，干！哦，裁决好难做啊！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守反恐，你们要去公寓那个那边。吃屎吧，别！裁决有没有在？哇，我有七八个分身的，丢！十八个，骗谁啊？站好、哦，血腥！啊，有没有？
要分身 carry。你这个红撑的闪我的内靠背。也、yeah, 分身 carry。下呀。哦，走开了，飞飞！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不要抢我狂暴！下去啦，下去啦！别走开！你谁啊？原谅我，卡屁哦！又不是我，关我屁事哦！哎、欸，到我前面干嘛、啊？我旁边都没人，关我屁事哦！哎、欸，裁决，到你后面了，爽爽的。裁决，我后面没人啊！你自己撞我分身，是我分身呐、啊！屁呀、啊！我在楼上哎、欸，站在楼上啊！一定是脚本叫，一定又是脚本哥。我要躲酒窖。哎、欸，你不叫我躲酒窖，干嘛杀我？干嘛？啊，刚不是叫我躲酒窖这样？真的是哦。一下，哎、欸，裁决，你不是有，不是有那个一个房间，你不是有跟你有跟你那个讲话，我感觉爽爽的，不要打，裁决不要打，下完三沃一吗？打玛丽裁决，你好，先把他炸起来。啊、你去那边，你去这里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在干嘛、啊？裁决过来啊！橘子，我把它炸起来，你要准备啊！打屁啊！等一下，我先炸，让你来，准备一二。为什么每个人看到我都要来过来挥我啊？不要卡啦！把卡住，把卡住！三 F 好挤哦，劝你要被抓了呢！你在卡、啊？被抓了！对不起，夏夏。请说话，谢谢。不说话不放出去，谢谢哦。忘记我是用玛丽了。什么啦？啊、为什么一堆的卡、啊？不说话不给走，不好意思哦。得分身真给力。击杀分身没有？这个魔鬼心肉人到底是谁啊？不要看好，所以无法投分。哎，分卡啦！哎、欸，不要再卡人了啦！他要跑去棉花糖了。你们都卡了，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害我们上升一车。别卡被吸血性哦，是血性。什么啦？那是我的分身好不好，白痴？拍谁？我的分身都比较爱卡。北极哦。
哦，哪来智障啊？连狂暴都要抢。海超人，你好淡定啊！说真的，淡定哥。让我被引擎沙拉抓，这白痴一个脑冲哥，靠！我看到一个盖亚在那边，哇哈哈！哦，靠北，这个更凶。这开始多久叫啊？那个超人他妈的超人，上多久叫？哎，我哟，刚那个红灯，等一下酒叫让我抓了，开始爆劈了啦！哎，又在爆劈了啦！好看，这红灯爆，红灯爆。这很可是我的脖子正常一点，好那个啊，我还好，都爆爆三四百哎，好吧，我看我一直卡到，都是瞬间从23飙到多少的那种，意大利，意大利，哎，意大利就好了，不要分裂啊，那个分身都会挡人家呢。分身狂挡，对啊，感觉。